其余三只鸡，在您那儿。连续5年获评罪，村民们盼着您回去，为您接风洗尘呢。我妈当年饿死把我送出大山，如今我衣锦还乡，却找不到她。妈，您到底在哪儿？你妈那死丫头，藏哪儿了？藏哪儿了？桂花啊，那丫头。 黑的是赔钱，嫁给老胡家还能给2000块钱彩礼呢，不亏呀！娘要考上了县里的重点中学，她得去上学，她不能嫁人。你孩子上学有个屁用！今天你不把她交出来，老子就打死你！不要！不许打我妈妈！谁让你打？赶紧跑！2000块钱的金猪，你跑不了了，拿了事给我嫁人去！走。 钱货，这辈子你就别想上学。哎，丫丫，妈妈，丫丫，那个畜生究竟胡老头了，咱们赶紧走啊！来，带着妈妈再不怕。 以后啊，再也不能生育了。慧兰啊，我说那丫头让牛撵着掉河里了，水老急了，人没了。什么叫人没了？丫丫，闺女，闺女，丫丫，那人肯定是死了，村长在下游都找遍了，眼都没摸着。 臭娘们，害得我哥不能生儿子，以后你表妹就是我哥的老婆了，他儿子就是你儿子。表姐，这房子赔礼了，滚出这个家！不行，这房子是留给丫丫的，你给我！还惦记那个鬼小伙，死吧！疯人的。
你那个红围巾呢？那牛可稀罕了，丫头那小身板啊，被牛追呀追呀，那完了呢？不是我害死了丫丫，是我害死了丫丫。 妈妈来了，妈妈来了，来！小姐，你别怪我，我未婚生子，总得给孩子一个名分。衣服洗好了。兰姐，我是看你可怜，才给你活干。以后你不用再给我家洗衣服了。为啥？村里人说你脑子不好使，我是怕俺家孩子染上不干净的东西。胡说！ 你脑子才不好使，我举报你房间迷信。丫丫，丫丫饿了吧？妈，你让我向着太阳跑，如今我回来了，却打听不到你的消息。妈妈去给你买柴火头啊。停车。 老太婆，我打死你！你这样跳我东西，你拿出来，拿出来，拿出来！丫丫喜欢吃。丫丫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怎么打死你？住手！可是出头啊！这老太婆一星期错我三次，贼都没她能惦记。为什么她的眼睛让我感到亲切？你俩认识？今天把钱给清楚啊！ 否则谁也别想走！不给，丫丫喜欢吃。我操！他的账我清了。哼，这下行，他女儿早死了，他一天在我这白吃白喝啊！这下行，起码这个数。丫丫在家里等着我，我得赶快回去。把你们店里所有的菜窝头都给我包起来。 丫丫睡觉，乖，好好睡觉啊，乖。哎，你俩干什么？我老死了，要娶丧嫁新娘，没想到你这苏缺的女儿还能卖个好价钱，50000块。哈哈哈哈哈！要给丫丫把冥婚，丧嫁，要给丫丫把冥婚，人都不在了。 那些破玩意藏哪儿了？赶紧准备好，我要给吴家送过去。不行，谁不能动丫丫？这是没法的。这傻婆子，什么违法不违法的？你女儿能进我们吴家的宗祠，那是她的福气。你做梦都别笑醒。你这疯婆娘，谁也别动我丫丫！你今天不把东西交出，我一把火把这烧给精光。滚开，烧！ 我让你烧！不让你烧！不让你烧！疯婆娘，你不让你烧！不让你烧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快快快，诊所就在前面！哎呀，这疯婆子！表姐，我说表姐呀，那丫丫都走了那么多年了，你说。 你还守着这些干什么呀？这回吴家给了5万块钱的丧葬费，大不了分你点儿，也不至于吃不上饭，不是？你们害死丫丫，抢走房子，你们这些垃圾狗屁的东西！我跟你说啊，活人你都守不住，你还真以为你能守住那个死人啊？等着吧。
我必须罚这个死人才，那可是50000块啊，表姐。钱，给你，明天接不到东西，自己看着办。你放心，保证办好。爸。 这笔钱跟他出来给我买房子吗？老子的钱，房子找你妈要去。呸！欢迎徐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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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徐总啊！徐总啊，这些年村里的路啊、桥啊、房子都是您出资建的，没有您。 就没有我们青云村呢。<笑>吴大强，吩咐你的事情办妥了吗？徐总，我们吴家在村里几代人，甭说是人了，就是哪棵树在哪个位置，我吴大强都能给你找着。我母亲许慧兰就在这个青云村，谁能帮我找到她，我吴双集团定会扶持她成为这青云村第一个百万世家。 徐慧兰，这名字还真有点陌生，不过徐总您放心，我保证给您找着。嗯，哎，你说这谁呀？谁家的认识？徐慧兰呐，这年头村里的女人都叫孩他妈，谁家媳妇儿啊？这有名有姓的，谁晓得啊？哎，别说，这细瞅着你跟那徐总还有点像呢。 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我要是有那好福气，我就带着你去城里，你去享福去！你别说，你不也姓许吗？兴许是一家人呐！<笑>有点像。<笑>你要真认识，赶紧给老吴家报信，我也不少钱呢。是，许慧兰，那丫头竟然没死，发财的机会来了。妈。 您让我向着太阳跑，如今我回来了，为什么还是打听不到您的消息？丫丫，等明年野菜熟了，妈妈继续给你做菜窝头，好不好？好，哎，好，好。哎、我好想吃您做的菜窝头。快点，别让夏姐们跑了。 奴才也等着呢。丫丫，妈妈，赶紧走啊！有坏蛋要抓你！快，把你们埋在屋里了，赶紧走！真的，疯女人拿刀就跑了，你拿什么赔？我也不知道她能跑，你走吧。侯爷，走。 还敢跑！放走！走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走！放开我！东西呢？我问你东西呢？我们吴家有吴胜吉和青雕，乖乖听话啊！ 好，就受不了你！走了，你敢动我爷爷，我跟你拼了！碰巧，哼，还抢！ 动手吻你！臭娘们，进去不吃你非得是罚就是吧？拿过来！动我丫呀！放开！动我丫呀！告诉你，吴家可是花了50000块钱，耽误了使臣你们谁都负担不起。滚！我跟你拼了！找死！我跟你拼了！住手！ 找死！哎。
你什么东西？你敢打我？你他妈谁呀？你敢打我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今天我就进你爷爷，管教管教你！你女儿叫丫丫，你女儿早死了，都死了15年了，她就是不活的。好大的胆子！吴家可是青云村第一大家族。 无双集团面前的红人，告诉你，你这麻烦惹大了。你们确实惹这大麻烦了。等我跟吴大强来了，你们谁惹跑不了？你们是吴大强的人，罢了吧，识相的，现在跪下给小爷磕三个响头。我看你这么漂亮，有理气。姑娘，人家背后可是无双集团。 我劝你乖乖下跪给吴二爷磕头道歉吧。要我跪下，你们也配？喂，吴大强，我限你10分钟之内，不，3分钟之内，过来领罪。你敢指我大的名字？小姑娘，我劝你别提他出口。一条恶狗的面子，有什么不能害？把东西交出来。你这张打扮怎么会是个乡村女？敢定我们吴家人的生死，啊？ 我们俩今天是走不出这青云村。青云村什么时候出了你这样的人？松手，把东西交出来，还给你们。可以啊，只要你小爷我。我劝你，棺材都是家里人来收尸。松手。哈哈哈哈哈哈！ 你刚刚不是挺拽的吗？放开我！哎，时辰到了，东西再不送来，我把你烧了几个团烟。哦，知道，全部带走。放开我！走吧！放开我！ 你会为今天的行为付出代价的。是啊，我们吴家有无双集团撑腰，等我哥到了，我倒要看看会付出什么代价。不要，不要小雅呀！我不爱小雅了，我跟你拼了！不要扔我的雅呀！都放下。 让我来拿，我要让他们看看得罪我们吴家是什么下场。这人呢？吴大爷，他们得罪了二爷，让带回祠堂一顿收拾。二，那臭娘们还说要断你们吴家的生路呢，你赶紧回去教训。教训？教训？那人是无双集团董事长，听见没有？阿爷。 臭娘们，倒是有几分姿色啊！秋后的蚂蚱，你们吴家马上要完了。干嘛？刚才不嘴硬吗？啊，说我们吴家要完了，我倒要看谁先玩。看你这细皮嫩肉，你要干嘛？谁跟我玩玩？一晚上！臭娘们，滚！ 15年了，还带着这破玩意，我都得说了吧，我早死了。你滚开！不要！不要！狗杂碎，你早晚会为今天的行为感到后悔。 是吗？数3个数，我倒要看看，是你先后悔，哎，你要干嘛？哎，三，哎，人呢？哎，来吧。
通知了村长，他们马上就来，我们快走，快走啊！不走，三个，你看，今晚谁都别回家，看你别想回家。二毛，好大的胆子！哥，他在哪？在哪出人命啊？师嫂，是我教导无方，我弟弟他有眼不识泰山，让您吃这么大苦头，想拿药方，请您处置。哥，不能把我交给他。哥，义子，从小太爷就骄纵你，今天徐总要出了什么事情，知道后果吗？原来徐总和他母亲，我们吴家就完了。这些规则谁也保不住。徐总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开心的梦，我迎从上脑，我不是人。以后您就是我太奶，您饶了我，我以后把您当祖宗一样供着。徐总，把他给我废了。师嫂，二毛他还没娶亲呢。他那两寸烂肉，留着惹是生非吗？今天不出，还得伤害多少弟子，不然亲自动手。是哥，徐总。你说你们打也打了，我真知道错了。我以后再换的话，不用你们动手，我自己来。哥，你就我这一个弟弟啊，你自己不能生，不能让我们吴家断了后啊！啊，哥，徐总，太祖宗，你饶了我吧！我给你磕头了，你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！你们吴家上不敬老，下不怜幼，欺压乡邻，为富不仁，从你们吴太爷那辈开始就恶债累累，当女子那才叫贵气。哦，弟弟他让您受委屈是该罚，可这女的跟你没关系啊，她不是你妈妈呀。徐总，你的母亲找到了。在哪？那。那。在哪？妈。哎，女儿。终于你回来了，你是我妈妈。丫丫，你好想你呀、啊！哎，爸爸给你打扮打扮啊！不要，别不知道活动。我们家闺女长大了，真漂亮。别碰我！你别过来。哎，好好好，我知道你心里还在怪爹。那你总不能不认你亲妈呀，双儿，你看，是妈妈呀，你是我妈妈，那她是谁？她是你小兰姨，你不记得了？小兰姨，是啊，她死了孩子，然后脑子坏了，也是可怜。小兰姨，别打我，别动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你的生日是不是八月初七？我是你亲爹，我还能认错老婆呀？我没有爹，妈都给你找回来了，这才是你亲妈许佩兰。是啊，女儿，你不认爹了，也不认妈了吗？啊！徐总，村长在村里的时间最长，不可能认错的。啊，对对对。不准，疯娘子，滚！丫丫，别怕危险，夫人。丫丫，抓下去，抓下去。是他吗？谁也别碰我丫丫！臭娘们，下手亏，这就要翻了。你们害丫丫就合理死了，还要抢她的东西，你害人！女儿啊，这围巾本来是你的，我是看她可怜，给她当个安慰。我每天也在等着我的女儿回家呢。我每年都做菜窝头，站在村口喊着我的女儿回来啊。菜窝头，只有我妈妈知道我喜欢吃什么。妈。妈。乖女儿，
咱们这一次帮许无双找到他亲妈了，咱们吴家是不能家国不过。这个贱人对我们太爷出言不逊，还想找他妈？笑，他就是个臭婊子。我原本打算呢，是给他打服了，然后放到你床上去，没想到给他给教训了，我傻了。哎呦，看确实要教训。不是哥，事情闹得这么大，要不是徐小兰出谋划策，吴家就完蛋了，知道吗？哥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白受委屈的。得罪了徐总和他妈，我们吴家就完了呀！我以前卖过他，我也完了呀。哎，我有办法，你们不光不会受罚，他还得赏你。你是说，你们帮我认亲，让我当上徐老夫人，保你这下半辈子的荣华富贵，怎么样啊？你的意思是，许无双现在的妈？她现在的妈妈是她小姨。那她小姨？那才是她妈啊！我懂了，闺女，你亲妈都给你整回来了，你看我是不是可以将功补过？闺女儿啊，你总算是回来了，妈。是我来的太晚了，这些年让您受委屈。哎，不晚不晚，只要你能回来，妈永远在家等着你啊。只是啊，你把他带回家是不是不太妥当啊？妈，小兰阿姨是您表妹，我总不能让她流落在外吧。没事，咱许家房子多，我总得有一间安置她的。我也不是那个意思，他总是念着自己的闺女丫丫，你把他留在这儿，他万一要是犯病了。哎呀，在哪里啊？我的丫在哪里啊？不是，我要去找我的丫。小兰姨，哎呀，我徐小兰啊，终于要过上贵夫人的好日子了。还得是您呀，妈，摇身一变就变成了许家的老夫人，这我以后回了村啊，借他吴大强800个胆，他也不敢再欺负我。谁让那几个臭男人不长脑子，还目中无人，得罪了许无双，以后啊，这泼天的富贵啊，就只有我们母子两个来承受了。还得是您呀，我的妈妈 ，Cheers。妈，哟。你这大白天就喝上酒了，这酒是我在国外定制送给客户的。妈，你要下次喝稍微问我一下。哎呀，闺女儿啊，这妈没见过呀，不知道这个是酒，我还以为是饮料呢。妈，兰姨我怎么都劝不回来，说是非要在村头那个王老汉家里做用功。妈，您和兰姨熟，要不您去劝他回来好不好？哎呀，他这一年到头的给人洗衣做饭都习惯了，那一身的牛劲儿，让他找点活干也挺好的。妈，兰姨有痴呆症，要是在外面受欺负了怎么办？她不是您表妹吗？您不着急啊？急呀、啊，怎么不急啊？要不然怎么能把这酒当饮料了呢？是不是？我这一天天的心不在焉的，还不是因为她吗？那我们现在就去接她回来，你去叫司机啊。哎哎，妈，那个老东西就是我们过上好日子的绊脚石啊。要不要？我们要想过上这个富贵的好日子，你呀、啊，得赶紧找人把他给解决了。哎，天下来了！别碰我！哎，你给我回来！别了啊！就你这德行，这些年也不知道被多少男宠，就装什么装？你这是诬陷我不守妇的！不守妇？明明是你上我家门口勾引的我！我没有，没有。这村里这么多男人，你偏偏上我家门口，不是你勾引我，是什么？我没有。哥，今天就让爷
好好的享受享受。来吧，住手！你谁呀、啊、你？老子外号王老虎，你他妈也敢打我？臭虫一个，王老虎，夫人。啊，不是不是不是，等一下，不是，他有没有王法？我是王玉明，他堂弟。王玉明是朱城集团老总他爹呀、啊！你们敢动我？你们知不知道？就咱们这村、这田地、这屋子、这大砖瓦房，都是无双集团的产业，还从来没有人敢在我头上动手。来爷，他刚才用哪只手碰的你、啊？别！臭婆娘，我就是跟你玩玩，放我一马。王龙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就是王玉明的远亲堂弟，从小村里就向你结巴，到现在为止还光棍。没想到你现在长本事，学会欺凌弱小，借助无双集团的名义，无假路人，把他房子给我拆了。好、哦，这房子是无双集团送给我的。我跟你们。哎呀，无双，算了，这村里的房子都是你建，咱强拆也没道理只拆他一家。你还能把村里所有刁民的房子都毁了吗？人人生而平等，他利用无双集团的名在外面逞凶作恶，借着王玉明狗仗人势，随意欺辱妇女。这事就算和我和蓝衣没有任何关系，也要你到底是谁呀、啊？怎么维护这个？老傻子！哎呦，闺女啊，要是人人平等，你们回村的飞机就没有头等舱、商务舱、经济舱。哎，对，这田里的猴子，他爬得再高，上面总有屁股等着他。你刚回村，别招惹是非，别招那不好听的名声，听话。妈，徐总，当务之急还是要把蓝姨送出去的。王老，就交给徐总处理。好吧。蓝姨，蓝姨，自己打，自己。小蓝姨不肯跟我回来，她是庄稼人，太能跑了，我跟丢了。快派人去找啊你！不用找了，别急，一身的牛劲儿，在村里转了几圈，他就回来了啊！快找，快去！我已经派人去找了，你放心，一定可以找。不行，我也要去找，走。哎。老铁就在那儿，陆川，站住！他没有庄爷爷，站住！来吧！人死了，我们走，走。小蓝姨，小蓝姨，小蓝姨，在那儿。小蓝姨，小蓝姨，快送医院！医生，怎么样了？幸亏摔下来的时候有草地，脑袋没事，只是轻微摔伤，回去好好休息。本来就不聪明，这一摔更傻。谢谢医生。这质地也太好了，许慧兰呀，许慧兰，你这辈子能给小叶我换来这些荣华富贵，是你的福分。你这条贱命啊，算是值了。这竟然找到了。不，你是说找到了也太好了。以后小兰姨就住我们家了。好啊，这有她在也能有人陪我说说话。王峥，你的房间向阳，以后腾出来给小兰姨住了。凭什么？不服你就出去。哎呦，这是你兰姨，你不知道要进养老，我这就让她搬啊。这么多人都没能活死，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蓝姨，怎么睡这儿啊？我和雅雅没有床睡，我就靠在这儿抱着她，给她唱摇篮曲。月儿明，风儿静，树叶遮窗棂。月儿明呀，
风儿轻，疏雨照灼林啊。妈妈，我想睡床。丫丫乖，妈妈呀就是你的床。嗯嗯，娘的宝宝，闭上眼睛，睡的那个睡在梦中。兰姨，我扶你起来，咱们睡床上去，听话，快来。以后啊，这就是您的家，我会像女儿一样孝顺您。我女儿会靠在我身上睡觉。是这个样子吗？娘的宝宝，压力下大志，去攀那个科学高峰。兰姨，您会不会就是我妈妈？我就是您的丫丫。喂，路人，我要做亲子鉴定。徐慧兰，有你在，我的身份一定会露馅，一定要把你赶出去。丫丫，你是在找这个吗？放开我！你的丫丫早就死了，她是被你害死的。你这个老不死的，阴魂不散，饶命！不要钱！不要钱！求求你不要钱！当初她要是乖乖的听话嫁人，就不会死了。可是啊。你偏要带着他逃跑，结果让他被牛撞到河里淹死了。丫丫呀，已经走了15年了，我要是你啊，我就下去陪丫丫。我不是，又是坏人，是你们让丫丫嫁人，是你们害了她。是啊，是我们，我就是害死你女儿的凶手，就是我，还给你女儿报仇呀！子妈就是被我们害死的，啊、那个没情妇早就该死了，死了不该。救命！救命！住手！女儿，你快救救妈妈！我要给她洗这个围巾。她说：“凭什么我有女儿，她剪刀就要害我呀？”兰姨，你别这样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，你怎么了？她笑我丫丫。是这个吗？妈，你明知道兰姨最宝贝这个围巾，你为什么要刺激她？我没有，她这病就是要脱敏的，成天疯疯癫癫的，抱着个死人物件，多晦气！死人物件，妈，您不是说这围巾是我的，是您送给兰姨的？是啊，这本来就是我织给你的呀，她天天抱着当做她女儿，不吉利。你胡说！里面是我的，我自己织的，上面还有字儿。什么字？爷爷，你快跑呀！我也追你，快跑！兰姨，跑去哪儿？跑去哪儿？向着太阳跑，跑出山沟沟，去大学，上大学。你向着太阳跑，我属于自己的。妈妈，你不走吗？
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了，你做了亲子鉴定？你慌什么？无双，你怀疑我不是你妈？我只相信科学。如果你敢骗我，路然，立刻通知治安署。是。好啊，许无双，我辛辛苦苦的把你带大。 为了那个疯婆子的几句风言风语，你就怀疑我呀？我初中、高中上的什么学，你可知道？这围巾上绣的什么字，你可知道？徐总，报告这么多，不用了，我想，我已经知道我的亲生母亲是谁。您还是看一眼亲子鉴定的结果比较好。骗我的人会死得很惨。 和你有亲子关系的是二号样本，也就是女儿啊！你那个围巾上从来就没有字，而是一朵小花。小花，当年你考上了县里的重点中学，妈想让你上学。 你把他通知书撕了，还要把你给卖了，这些妈都记着呢。不怕不怕，妈，我女儿，对不起，哪有妈怪闺女的呀？就是你那个兰姨，她老犯病，我一个人。 也照顾不过来呀！要是哪天他生病犯了，妈，他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妈，我明天就把兰姨送回去。好。哎呀，轻点，轻点，那可都是进口货。 你是怎么骗过许无双的？喂，路人，我要做亲子鉴定。许无双要做亲子鉴定，拿着这些钱，赶紧处理掉。放心，交给我吧。你把许无双小时候发生的事儿都告诉我。丫丫，哼。 丫丫，哎，妈，你可真厉害呀！许无双在我面前，那就是个雏儿，哎，跟我斗。得嘞，妈，您以后就是我的财神爷。吴大强的那个赌场，我迟早给他赢过来。哎，你个臭小子！ 祖上睡黄陵也经不起你这么败家呀！打死你个败家子！哎，打死！哎，你谁呀？怎么干活的？小兰，你现在是锦衣玉食了，这么快就把我给忘了？你怎么来了？不是给你钱了吗？那点钱哪够啊？要不是我更换了警司报告，你跟王峥能在这儿咧个大嘴乐吗？ 你小点声！你说我要是把真相告诉许无双，你会有什么下场？什么真相？你们有事瞒着我？女儿没事瞒着你，这不是你爸吗？他说要搬来和我们一起住。做梦！妈，他以前怎么对我们的？妈，你不会忘了吧？我把他送进去，就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那以前是他不对。 自打我生了你弟弟以后啊，他把那些臭毛病都改了。他现在想回来和我们一起好好生活，你就原谅他吧。是啊，双双，以前都是爸的错，但爸现在已经改过自新了。对于赌徒，我只相信一句话，就是狗改不了吃屎。你要再敢踏进我家一步，我就打断你的腿！滚出去！啊！滚出去！快走吧！滚！
天黑之前，你一定要把蓝姨安全的送到疗养院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蓝姨，老不死的，在眼皮子底下弄不了你，等你去了疗养院，有你事。蓝姨，哎，姐，哎，这个老不死，这烫嫂子。我的窝头，你个老不死，我看你就成心了是不是？蓝姨，你没事吧？哎，你蓝姨没事，窝头端着东西不看路，把你弟弟都给烫了。姐，他就是故意的，替我做主。那你赶紧找医院，不然我都怕你要喊呢。我的窝头，哎呀，这破东西都脏了，还捡它干什么？赶紧出发去疗养院，再晚就天都黑了。破东西，破东西，不破，行，行，姑娘，你尝尝。啊，菜窝头，我闺女最喜欢吃菜窝头了，快尝尝。蓝姨，咱们不去疗养院了，咱哪儿都不去。来，快起来，起来。陆然，帮我给蓝姨找全城最好的医生。还有，我要重新做亲子鉴定。是。哎呀，你晃得我头晕。都怪你。怎么能怪我呀？那老东西都说什么了？许无双怎么就突然改主意了？菜窝头，许慧兰的宝贝菜窝头被我说成破东西了。哎呀，我嘴欠了。行了嘛。换个角度想，许慧兰现在在我们眼皮子底下，我们还愁没机会搞死她吗？儿子啊，你是聋还是瞎呀？他说他要重新做亲子鉴定，那就再找王玉民做份假的报告不就得了吗？哎呦，你做报告，你找同一家医院啊？他现在已经对我起了疑心了，他肯定去找那外省的医院。那找哪家医院，我哪知道啊？不行啊，妈，我刚过上好日子，不能就这样没了。哟。把许慧兰，你蠢呐、啊，儿子！现在他根本就不信任我，他那个财产给陆然都不会给我的。许慧兰好办，让他张不开嘴就行了。至于那个许无双，必须得想个办法，让他永远承认你的身份。能有什么办法？妈，你这样，这样能行吗？等事成以后，我们再慢慢的折磨许慧兰。到时候，你就是许家唯一的老姑，许无双的一切就都是我们的了。儿子，咱就这么办。经过初步治疗，病人情况有所缓解。不过，许总，你得的是心病，需要人陪。明白，谢谢大夫。闺女啊，妈熬了鸡汤，一点心意，喝点吧啊！谢谢。我听医生说呀，兰姨呀，快好了，有你在啊，她可有福了。喂，陆然。许总，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了。你等我出去说。慧兰，对不住了，你给无双灌迷魂汤都送出大门了，让你走不走，我只好送你上路了。表妹，来喝点鸡汤吧。你是小兰？还好我准备得早，不然这老家伙真要恢复了。是啊，表姐，我给你熬了鸡汤，来喝点吧啊。丫丫没喝过，留给丫丫。哎，我熬了好多呢，都留给丫丫。哎，快喝吧。慧兰呐，你可不要怪我，
谁让你生了那么有出息的女儿啊？我呀，可舍不得这荣华富贵的好日子啊。睡吧。妈。哎，双儿啊，你小兰姨喝了两碗鸡汤，刚刚睡着了，那我先走了啊。月明风儿轻，树叶遮窗棂。医生，医生，医生，快！什么情况？病人病情恶化，恐怕直立会将六岁孩子。什么？哎呦，哎呦，表妹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不是说快好了吗？这医院怎么治的病啊？你没来探望之前，他还好好的。我就是觉得你们辛苦，就熬了鸡汤。闺女，你不会是怀疑我吧？兰姨的病明明已经有好转了，今天突然就恶化了，我有理由怀疑每一个来过病房的人。好啊，那你查我吧。我辛辛苦苦送出大山的女儿，我让一路向着太阳跑的女儿，现在竟然怀疑你妈了。早知道这样，还不如不相认呢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如果有人想要栽赃陷害我，离间我们母女，那你就中了奸人的计了。你看我干什么？从现在开始，我女儿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阿姨，我是外人没错，但是你以最大的恶意揣测我，是不是有点莫名其妙啊？你说的没错，我刚刚就是这么感受的。徐总，阿姨说的对，如果有人想要栽赃陷害，往鸡汤里放药，阿姨不会主动亲自动手。就是，这事儿你不给我个交代，我哪儿都不去，我不回家。我一定要盯着许慧兰，不能让她有清醒的机会。妈，您就先回家吧，我得留下来照顾兰。你就别给我添乱了，好不好？我不。阿姨，我送您回去。我不。我送吧。哎呀，走吧。妈跟你肯定是一头的，但你别老这样胳膊肘往外。妈，你小心。妈，不管什么代价，你一定要治好他。有了这个苦肉计，许无双就会永远对我有亏欠。不管鉴定结果是什么，我救过他的命，荣华富贵还是你的。果然守了一晚上，不枉我受这罪。你醒了，医生。医生，医生，别人想了，但脚受伤比较严重，以后只能靠轮椅生活。你能不能再想想办法？他是为了救我才……徐总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我以后是不是就站不起来了？您放心，我以后会好好照顾您的，妈不后悔。终于能为你做点事。肇事死机是酒后驾车，人还没抓到。徐总，这是亲子鉴定的报告。我还是回家去吧，现在我是个老废物，还不想给你添麻烦了。我不看了，不看了。以后不管是徐醒还是徐慧，两个人都是我的妈妈。我说过，荣华富贵还是我的。病人这种情况不适合在医院，带他回去看看熟悉的东西，有助于他缓解病情。好，陆然，我们回去吧。
好。我要激发，真是。哎，我说啊，这个许无双对我呀亏欠，现在算是站稳脚跟了。你们有什么需要，尽管吱声。许无双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。还是你有办法。那是。帮王玉民逃跑，我们可是出了不少力，来这一趟能捞点钱，没啥问题吧？没问题，随便打。打牌，打牌。好。妈，他们都是谁呀？闺女回来了，这个呀是你七舅老爷表哥的三儿子，都是实在亲戚来看妈的。你可是飞上枝头了啊！你闺女有本事，长得还细皮嫩肉的，是个千金美人啊！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，过来有什么目的？说这话就有点难听了。谁不知道你们许大总裁在城里头有头有脸的？怎么着，咱这帮乡下穷亲戚过来见见世面不行啊？瞅瞅这大房多漂亮啊，这要住着多舒服，敞亮。以后就在这住。妈，哎呀闺女儿啊，妈这腿不行了，到哪儿都得要人帮忙，在家里又憋闷的话，有他们在啊，妈这心里舒坦。太好看了，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漂亮的东西啊。兰姨，尽管我觉得她不是我亲妈，可她毕竟救了我，我总得报答她。你能不能快点好起来？我真的好想让妈妈抱抱我。哎呦，都是好东西啊。谁让你进来？吓我一跳！我搁这住着，摇哪儿到处看看，走走咋的不行啊？连穿带拿的，这算偷？无双啊，你用词也太难听了吧！还偷？就你那么有钱，送我几个袋袋怎么？你不在村里那几年，你妈都是俺们几个阶级的。啊？那我们礼尚往来，把你家的房子送给我住？凭啥呀？瞅你那抠搜样，说这话传出去都不怕大家笑话你妈。都是自家亲戚，别那么客气，这么小气不怕给你妈丢人吗？你这是我懒得跟你妈。慢着，把东西留下。哎呀，这是怎么了？我呀没有你们城里人能说会道的，这高贵的门槛我可高攀不起，大总裁我也惹不起，我准备回去。哎呀，回去干啥呀？今晚回来不？把东西放下，好滚不送。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你说你那么多的东西，他拿你点你也不差这些，大方点啊。妈，我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。我当年跑出大山，跑丢了鞋，跑丢了书包，我差点都饿死了。一天坚持三份工，睡过桥洞，挤过二十个人的宿舍，我是熬过了无数的通宵，才换来今天的无双集团。妈，无双集团是我用血汗挣来的。那妈也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想让全部的亲戚知道我找到闺女儿，过上好日子了。那你追求上进，不也是为了让妈过上锦衣玉食，每天不再吃那白面馒头、菜窝头的日子吗？也是，那我的要求太多了，怎么敢拿你徐总的东西？我就应该出车祸撞死，我也不至于让你担心为难。算了，这事作罢。以后我要是看到家里再少一样东西，别怪我不留情面。哎呀，好好好，这些就够了，还是得人徐总大方。你呀，真养了个好女儿。把衣服脱了。怪你了，看什么看？就你生那个犟种女儿，一点都不听我的话，打死还敢睡床？我不睡地板吗你？打死我！打死！
蓝衣官，不要带我，听话，不要带我，蓝衣官，躺下了啊。蓝姨，下次睡觉不要乱动，万一再睡到地上又该摔疼了啊。那这都是进口皮的啊，是好啊。哎，无双啊，你正好回来了。你表舅他们一家子想在城里找个工作，我看不如就去你公司吧。啊，我看表舅妈收人东西挺意思，不如先做个保洁吧。哎，保洁也能慢慢升职嘛。行行，我干活可老厉害。我们公司得先面试了，把地板擦干净，要是有一粒灰尘可别怪我没给你进。咋样，徐总，打你不？才这么点活就累成这样，我公司很大的，要手脚麻利点才能留下来。能干，我能干。我数学可厉害了，你说我干个财务经理是不是能行？好啊，我们公司是晋升制度，想当财务经理，先从保安做起。他能干，我干，必须留在大城市。对，必须的。好吧。喂，陆然，好好照顾照顾你自家亲戚。许无双，你怎么是个东西你啊？我本来就不是东西，谁给你的胆子怎么这么多事？哎，这大晚上的又吵什么呀？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不是你这个好女儿啊，上班第一天让我扫整个大楼，整整一天连口饭都没吃上。扫整个大楼的又不是你一个人，为什么别人能按时下班？那说明你能力有问题。我走。推什么推？佳佳，佳佳，你怎么了？这是他胆大包天，以巡逻为借口性骚扰佳佳，被我给抓到了。你们还真是我妈的好亲戚啊！他先跟我抛媚眼，怨我。你胡说！你哪里来的自信？他是看上你身上脏啊，还是你老啊？佳佳，报警！把他交给治安叔叔。我有监控，再一我就把你抓到。给佳佳道歉。娘娘，谁？什么态度？算了，人家女孩子不是没什么损失，在教训我的员工。我在教训我的员工。算了，人家女孩又没什么损失。那你觉得什么叫损失？如果我今天被人骚扰，你也是这个态度？你是大总裁，谁敢欺负你呀？不许欺负我！没事，没人欺负我，你快回去，回去啊，去吧。嗯，给佳佳道歉。去。陆然，把他开除了，我们公司不需要这个败类。爹，我家上有80老母，下有3岁小儿，不得开除啊！没机会。还有你，如果你也做不好，休怪我不讲情分。说说你们两个人真是不争气呀、啊！我都跟人家买家说好了，只要拿到了许无双公司的机密，就有5000万的奖励。到时候许无双没了公司，我看他拿什么撑着。可你们倒好，这刚上班第一天就先让人家给开除了一个。董烈，我保证一定好好干，别把机密哪都不好干，这里差。最近我那个舅妈还老实吗？干活倒是很勤奋。我怎么觉得事出反常必有妖呢？徐总，鉴证公司用了我们的保密设计。什么？这样我们公司至少亏损1亿。核心机密不行，一定是公司内部人员干的。报警。不用，与其打草惊蛇，不如。梦中之兵。
事情办得不错，许无双没发现吧？哎呀，必须没发现呢，他还以为是设计师干的呢，在那儿查人电脑呢。上次我儿子被烫伤，这许无双不闻不问的，还护着那老东西。等许无双的公司没了，你看他还高傲到什么时候？坏人！老东西，你干嘛呀？你老东西，我打死要打人啊！在我许无双家里报复，是要扔进牢里。你小兰姨疯疯癫癫的，就知道贪玩。你看看她，搞得家里乱七八糟。哎，对了，无双，你怎么今天回来这么早啊？哦，公司出了点事情，回来处理一下。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了啊！对对对，我们先走了。就让小兰姨在这儿吧，省得玩过头了惹您生气。好吧，走走走。明天我们要和合作公司签一份十分重要的合作契约，陆然，盖了章要第一时间奉请办公室。好。小兰姨，他们是不是欺负你了？坏人，打！希望这件事情。哎，我进来打扫。是的，是的，打扫吧。哦，知道了。佳佳，立刻带人去办公室。好。你走不了了。哎，陆助理，我是求求你，别告诉徐总，我保证就还给你。我给你钱。喂，跟我走。睡吧，他在这里肯定已经通知许无双了。你拿着文件赶紧先藏起来，他钱可不能少了我啊。哎呀，放心吧，快走快走，赶紧的。是我不好，下午你们谈话的时候被你表舅妈听去了，到晚上我发现他鬼鬼祟祟的，我就一路跟着他，没想到他是要偷东西啊。您一个人怎么过来的？是你表舅推我过来的。那人呢？他追你表舅妈去了。追舅妈？他俩是夫妻，你让他追人？我也没想到啊，他们是穿衣校服的，都怪我这个残废，我来晚了。坐下，坐下，回去。哎呀，都怪我呀！我是担心陆助理，一大早就让王峥上医院就打进去了，都怪我，都怪我，是我不对，我干什么都干不好，我还不如磕死算了。哎，妈，别撞了，别撞了。我不怪您，现在公司丢失了核心机密，经营挺困难的，这轮椅撞坏了还得要花钱。不知道，我看您这腿也不能再耽搁，趁我手上还有点钱，我会请全城最好的医生来给您治疗。这几天你也别乱跑，当务之急是要先治好您的腿。那女儿，
你不怪妈妈了，怪你有用吗？病人情况稳定，相信定期治疗一定会慢慢恢复。还有，您母亲的腿也会康复。谢谢医生，不过有一些病不需要康复。明白了。好的，徐总。内服和外用都在这儿了，一定要避免辛辣和荤腥。还不让吃肉啊？徐夫人，一定要忌口。哎呦，儿子，快来，快过来。刘双啊，你看你弟弟也老大不小的了，最近谈了个女朋友，要结婚。结婚是好事，什么时候结？他这现在没有房，也没有工作，女孩家的彩礼钱还没着落呢。要多少？小珍毕竟是你弟弟呀，他的婚礼办得风光，你也有面子不是吗？先给1000万，怎么样啊？啊？医生，他不会有事吧？我们全力救治，就看他造化了。悠然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医生，他的中枢神经受伤，醒不过来了。我越想不过来了。还有没有不舒服的？后面打算怎么做？我对他这么好，他却恩将仇报，我不会再给他机会。妈，他回来了。妈，你就快起来吧！我不起来，我做的不对，我对不起你姐呀！哎，叔叔，妈在那跪了一天一夜，饭也不吃，她到底怎么得罪你了？你先看看就看她一眼。哎呦，小心被狗吃了！小珍，怎么跟你姐姐说话呢？是妈做错了，妈不好，妈不应该让那两个白眼狼住到咱们家来。害得陆中离到现在还昏迷不醒呢。哟，这消息还挺多的，我这刚回。回来了。回来啦。姐姐好，我叫林昭娣。你好，这不是面试，不用紧张。哎呀，这说起来呀，招娣和无双还是校友呢，学的都是建筑设计专业。行了，别动不动就提学校，女人学习好有什么用？最后不还是结婚生孩子？姐，你可是特例，你哪能跟她比？招娣，你打算换男友吗？可以下得够。姐，就别开玩笑了，看她长得这样，要身材没身材，要脸没脸，离了我，谁还能要她呀？你自己也这么觉得吗？姐姐，我已经有了他的孩子，我能干活，一定伺候好老公和婆婆。行吧，尊重祝福。无双啊，你看这么好的女孩子，咱们可不能怠慢人家，这房子车子都得买最好的。哎，那1000万可就不够了。2000万我保证把婚礼办得风风光光的，让你在外面倍儿有面子。彩礼我会给，算我借他的。这都是一家人，不用分那么清楚吧？车子房子我也不给，但车子房子我也不给，但都得写在名字下，算我钱。你看这弟弟结婚，这车子房子都是姐姐的名字，那说出去多没面子。您不是说了吗？都是一家，不用算那么清楚。好，好吧，那都是一家人哈，一家人别算那么清楚。不行，妈，我吃他的喝他的，显得我多窝囊。哟，原来你也知道你吃我的喝我，觉得自己窝囊。那有本事，你把你这些名全给我脱下来。哎，姐姐，姐姐，我不需要彩礼，也不用大排场，日子定了我就嫁。
我就欠了徐无双。妈，我还得收集到什么时候？放心，这无双的公司马上就完蛋。喂，什么文件是假的？啥狗屁核心机密啊？一毛钱都卖不出去。徐无双到现在才追查我呢。看来这是徐无双给我做的套路，他要抓我的把柄。 哎，我的钱可得准备好啊，要不然明天你的把柄就见报。行了，知道这里的规矩。徐无双，你敢耍我？现在我要的可不只是5000万了。妈把你安插进公司，是为了让你不再游手好闲。从今天起，去商务部工作，多跟人家加加学习。 放心吧，姐，我一定会好好学的。无双啊，这小征也有工作了，马上也要结婚了。那个集团的股份是不是也分一些呀？妈，不如咱们直接分家吧。您看这家里有哪些是属于您的，直接拿走。妈没别的意思，你说你给小征分一些，那也能彰显咱们家庭和睦嘛，还能增加那个什么企业形象。好啊，那就给你们10%的。 好啊，好啊，真是太好了！我的好女儿啊，我得赶紧告诉左邻右舍，让他们都羡慕羡慕我。儿子，快快，咱们赶紧给你姐呀，宣传一波正面形象啊！好，谢谢啊，我一定让我所有的哥们都知道。这是您自己叠的？嗯，真好看。 好风凭借力，送我上青云。丫丫，你要好好学习呀，将来走出大山，金榜题名，再回来为家乡做贡献。嗯，鲲鹏展翅。 直上云霄，这是我妈妈给我的寄语。妈，妈，妈，是我，无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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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谁呀？许无双，我是许无双，丫丫，我是丫丫。 丫丫，我是丫丫，丫丫，你赶紧跑，求着太阳跑，我属于自己的人生。妈，丫丫，丫丫危险，求着太阳跑，求着太阳，快跑啊！妈，丫丫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妈。夜。 可是你在哭他，哎呦宝贝，哎呦没事没事，不哭不哭，谁让我了？都是他，都是他不好，妈，他坏，妈妈脚不疼，等明年野菜熟了，妈妈再给你做菜窝头，好不好？ 妈，我不哭，妈，不哭，妈妈在。妈，不哭，不哭，我还不哭。妈，我答应我的，不让所有人欺负我们母女的事。 应有的代价。慢着，这新媳妇进门啊，得先跨火盆，去身上的晦气。我没准备。你想把晦气带到我们家呀？怎么，就他身上有晦气，你们身上没有？你不是人？这是我们村的习俗，多少尊重一下。那好，我看这火盆。 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去晦气，这房子我看有火没烧也去去晦气。
算了算了，这现在也没那么多讲究，进茶吧。让我看看你这身段好不好生养。拿开你的猪手！他送死孩子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这关系到我们王家的子嗣问题。哟，你们王家是有皇位要继承。王峥，我问你，他爷爷叫什么？这恐怕往上数三代，你都不知道宗姓族谱吧？你给谁传宗接代？招娣她要是生不出孩子，这婚是不是不用结？俗话说，养儿防老，分粮防灾。你弟弟上无兄，下无弟，就你这么个女娃子，将来嫁了人，你就不属于老王家。两年之后，你让王忠靠谁？靠他自己啊！你们夫妻早日算计，无非就是不想让他耕地、种田、养牛、放猪。我无双几个已经安排他进公司，他要有这个名额，他就闯出一片天地；他要没这个名额，就算给他保过金山，那也是亏。这是我老王家的儿媳妇，就算你是什么集团的破总裁，也管不着。好啊，这房子是我的，你儿子。吃我的花，我的喝我，你们要把这钱给我还了，滚出去，那我就滚我。好啊，照你这么说，整个晴云村的房子都是你建，那你就都毁。这里地基是你祖上十几代人传下来的，你要记着，先从弟弟头把祖宗刨出来。若是他们如果没有传宗接代，那难道你人生百年打眼埋头？等你要是老。靠老天爷吗？哎呀，好啦好啦，都是一家人，那姐姐管管弟弟那也是应该的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儿媳妇进茶吧。行了儿媳妇，你呀再给王峥跪下，这个进门礼就算是成了。我还有我和丈夫吗？那当然啦，嫁夫随夫，你得一辈子听王峥的话。我当年就是这么过来。怎么不乐意？像你这种农村出身，嫁到我们家那叫山鸡变凤凰，懂吗？王峥，你什么身份？你是来捡龙蛋？我有龙根，我不管啊。他今天必须得跪我，不服你就走出这个门。我倒要看会有哪个男人叫你二爷。啊，招娣，只要你走。姐，结婚才是女人的归宿，我不想当二手货被人嫌弃。这是随礼，如果你以后后悔，随时来找我。哇，赤金还珠，九转玲珑镯，价值200万呢，给我了。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那都礼成了，还不赶紧做饭去？我要吃红烧猪蹄儿。妈，大夫不是说不让你吃荤吗？再不吃肉，我都快成兔子了。快快做饭去。你去呀。哦。我真他妈晦气，用我帮他的小产。你知道我怀孕。我不如去招妓，品是没有，这钱拿着自己上医院。喵，你看我是谁呀、啊？丫丫。那你呢？丫丫吗？真棒。那熊双，你还是不是我姐啊？怎么发那么大的火呀？别着急，跟你姐好好说嘛。我是不是你姐？你问你妈呀。怎么说话呢你？给你姐好好道歉。是我姐，凭什么扣我工资啊？扣工资？哎呀，无双啊，这小峥天天辛辛苦苦打卡上班，这不发奖金也就算了，怎么还扣钱呢？他工作三个月，暗箱操作，收受合作商20万的好处，我不扣他工资，难道要给他颁个锦旗？发个奖吗？这都是一家人，小峥他现在结婚了，赚点零用钱照顾家用，那不是很正常？你去查查其他人，哪个岗位不捞油水啊？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如果再有下次，休想再踏出公司一步。你，哎呀，让你去偷那个合作资料，你怎么还收上钱了？妈，我这不是没钱了吗？就20万，你看他那副要吃人的样子。再说，
他平时买几个破包破衣服就20万了。你怎么又没钱了？那2000万的彩礼哪去了？你是不是又赌了？妈，我这不是想翻身吗？我不能总收拾鱼人看许无双的眼色吧。妈，你借我点钱呗，我过两天双倍还给你。儿子，你糊涂啊！现在最重要的是把许无双那个公司给搞过来。你说说你啊，这黄赌毒就差毒没沾了，你是想烂在村子里？行了，有完没完？再说，村村也没什么名。哎呀，别去赌了，别忘了正事儿啊！藏什么呢？还想出去工作？出去勾搭野男人是吧？没有，我这是想赚点零花钱。你每个月只给我500，每顿还有2荤2素，真的不够。不够用？20年前我妈就是这样养活我的。怎么又把钱给我藏起来？出去勾搭野男人了吧？我没有。给我钱。我真的没有钱。真是。让你没钱，让你没钱。妈，医生说您最近身体好多了，以后我要多陪陪你。招娣，他打你了。姐，我想工作，你帮帮我吧。人渣，这王正太太过分了。你明天就去设计部工作。招娣，你也别嫌我多事儿啊，你现在都这个样子，你确定还要跟他过下去？可是离了婚，女人就没有好名声了。谁说的？我爸妈、弟弟，大家都这么说。孩子，咱不怕，不怕，有妈妈在，妈妈在啊。这王八犊子，难以不怕。告诉我，王芳，无助永远别回青云村，这里的50万足够他们生活了。50万？答应的可是500万。让他们干的事儿都没干到，别给脸不要脸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哼，别急啊，你不是想要无双集团的核心机密吗？你帮你。他现在。在那集团看得可严了，你连门你都进不去。这都什么年代，当我土匪还搞偷抢大砸那种。我这有份合同，你给许无双送去，利用这机密自然就到你手里。还有这好事？金箍陆老板和许无双有仇，这大老板小心眼。许无双之前抢过他生意，这钱呢不是问题，这是证物费，只需要赶紧去办事。明白，明白。徐总，咱们公司的合作全被竞争对手抢走了，再这样下去，账上的资金最多只能撑3个月了。在公司倒下前，先把员工工资给结。嗯，姐，好消息啊！我刚谈成了一笔合作，一家海外公司要给我们投资1000个亿，只要公司30%的股份，这买卖相当划算。你那些酒肉朋友能有什么大佬？该不会都是来骗钱的吧？自古生意都是从酒桌上谈成的。是，我知道我在你眼里没有用，可是人家老板看中的是咱们无双集团啊，人家老板可是从海外回来的，手底上有好几个大项目。那佳佳，你一份合同送过去，要是没问题的话明天就行。姐，你英明啊。无双干。老板，许无双同意签约，明天无双集团的30%的股份就会到您的名下，这是他们拟定的合同。你做的不错，愿为您下犬马之劳。等我消息，快撤。凑完了呀！臭小子，那是我存给养老的钱。再忙我，再加上陆家大老板的份额，就超过那个许无双了。咱们掌控的无双集团
你看我家会拿点小钱吗？妈，我跟你保证，荣华富贵啊，一定都是您的。这还差不多。妈，你们回去休息了啊。喂，哥们儿，老子有钱了，晚上几点开局啊？妈的，又输了。饭呢？我也刚回来，我这就去做。老子娶你之后天天输钱，这就把你卖了去还债。走。妈，回家睡觉了，别玩了，回家睡觉了。妈，怎么了？有鬼！有鬼！招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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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！医生，他怎么样了？下体撕裂，被侵犯数次，之前交战过，身体非常硬。被侵犯？病人需要心理疏通，需要报警的话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你醒了？李成，他都对你做了什么？他都输了钱，把我卖给他的债主。我不会放过他。姐，我要离婚。我要离婚。好，这清醒的代价也太大了。大晚上叫我过来干嘛？你对赵弟做了什么？你心里能不清楚吗？还能睡得这么心安理得？我就让他陪我朋友玩一会儿。怎么了？玩一会儿？你下半辈子就在牢里过。怎么了嘛？就算真发生了什么，我不知情。不知者无罪，这不能怪我吧？再说他就没点自保的能力，让他去他就去，吃喝作喝，你没救了。徐无双，你要报警是吧？好啊，你报啊！明天我就让那个大老板不来清河，到时候我看我公司怎么办。张清高，按正义，怎么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就不吭声了？告诉你，老子要回去睡觉，识相，别逞能。本来还想给你一条活路，是你自己没用。徐总，那个大老板的合同值得你签字了，公司获得新投资以后就可以正常运营了。姐，关键时刻还得靠我帮忙吧，我们才是一家人，别为了什么外人就把弟弟给送进去了。啊，快签字吧。姐，刚刚董事会召开会议，让我正式的通知你，你被无双姐霸占了总裁位置。姐，不再是总裁了，是吗？我倒要看看是什么狗东西敢动我的位置。徐总，好久不见呢。我还真是低估了你的勇气，偷文件的贼，你还敢来？无双集团是我家，那有啥不敢来？你今天签的合同可是我送过来的。啊！你摆个臭脸给谁看啊？集团现在30%的股份都在我们手里，说话注意分寸。你们还有谁啊？还有我。徐总，好久不见。吴大强，趁你还能喘气，赶紧带他们离开。我现在手上有30%的股份，可是你们无双集团的股东，你最好说话客气一点。徐总手里有40%的股份，这里依然是他说了算。来人，慢着，我要把我手里的股份送给吴大强，这样40对40，
许无双，我看你还能怎么办？你姓王，他姓吴，你确定要这么做？当然，谁让你处处贬低我，为啥想把我送进去？哼，做梦！你的猖狂劲儿呢？不是很爱拿捏人？徐总，这就是哇！哈哈哈哈哈！我赠予你的10%的股份，是赠予你和你的母亲两人。你现在要把他的股份一起送人，有经过他的同意吗？原来是有备而来。无双，你别怪妈，你对你弟弟太苛刻了。你败家儿子怎么对他老婆的？知道吗？那招弟又不是自家人，给点钱就打发了，你非揪着不放干嘛？无双，当年没有你妈送你出去，你能有今天的好日子？你应该感恩戴德，听你妈的话，给你弟弟让位。让位？听他的话，助纣为虐，让这个赌徒坐管我的家产吗？给我闭嘴！赶紧把位置让给我。是的，我去叫其他股东过来参与决议，他们都是公司元老，一定会支持你的。别去费那个劲了，其他股东10%的股份全都在我手上，我现在有无双集团50%的股份。徐无双，滚蛋！姐姐，我是妈。无双啊，只要你嫁给吴大爷，我们还是一家人，公司还是我们的。小兰姨，您不觉得您说的话很可笑吗？这可是亲上加亲啊，你笑什么？你刚才叫我什么？我笑你蠢啊。自无双集团创立以来，我就把10%的股赠予我母亲所有。什么？怪不得你手上只有40%的股份。你们急于拿到股份，没有看到合同上写着，我已经将我手里10%的股份赠予我的母亲许慧兰女士。妈，我在这儿。我在这儿。你徐小兰，你冒充我的名义欺骗我女儿寻找母亲的真心，你良心何在？你怎么治好的？这根本就不可能。你的腿都能治好，我妈为什么不可以？我就算许慧兰有10%的股份，那也就是各占一半。来人，把她俩给我轰出去。丫丫，有妈在，15年前他们欺负不了你，现在依旧不能欺负你。妈，你放心，今天这口恶气我亲自出。九双，识相的，赶紧把总裁位置让给吴大爷坐。哎，我也是替人办事。九双，得罪的人太多，大老板等会儿就来了，你要是现在跪地求饶，我还能考虑让你当个保齐。他想得瑟瑟，少看我女儿，你个老不死！等大老板过来签了字，我让你们爬着出去。你说的老板是他吗？陆老板到。没事儿。我当然没事，而且活得很好，让你失望了。吴大强，事情办得不错，合同拿来，我签字。就你还想冒充我大老板？我大老板可是京都陆家的总裁。那你说我姓什么？你叫陆然。那当然。姓陆？不可能，陆家的大公子怎么可能给许无双当助理呢？这绝对不可能。我跟着无双是欣赏他的能力，你的姐姐非常出色，而你非常的让人恶心。陆然，别他妈在这儿忽悠了，我现在就给大老板打电话。现在就打！事情办得不错，等我消息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是你！是我！是我放出的消息，让陆然装病醒过来，为的就是看清楚你们这副嘴脸。
无双集团30%的股份现在在我手里，你们的筹码重新清算。现在轮到你们滚出去了。佳佳，通知治安署，无双集团要清账。徐总，不关我事儿啊，都是他，是他指使我让我去偷文件的。他说事成之后给我们500万，他拿5000万呢。我是财迷心窍，但是钱是一分没拿到啊。你要算账叫他算的。你给我闭嘴。你陆助理也是他打的呀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要找你可得找他。我就是想多给自己留点养老钱，这有什么错啊。闭嘴，你这样做的话这会让丫丫的公司破产，他对你这么好，你简直是狼心狗肺。他对我好，他让我在亲戚面前丢面子，我儿子婚礼他指手画脚的，他如今还要把我儿子抓进去，就是要让他的公司破产，让他一无所有，那也是应该的。闭嘴，心狗肺的东西。你这个老太婆，我掐死你。我儿子，我的腿，我的腿怎么动不了了？我的腿动不了了，我的腿。是你找的医生，是你动的手脚，对不对？你自己不听医嘱，不借婚星，怪谁？我的腿本来没事，都是……来来，你的腿真的没事？我。人为制造车祸，让我对你愧疚。到底是谁指使你的？是不是他？不关我的事儿啊！没有证据，你别血口喷人。交通局的监控算不算证据？你不是说视频毁了吗？你给的那点钱，请人吃饭都不够，你还要怎样？啊！别狗咬狗了，你们今天一个都跑不掉。都是他让我做的。不关我的事儿。你个混蛋！你冒充我妈，窃取公司机密，骗取我感情，既要钱又要命，真是好狠毒的女人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我就是想过上好日子，我有什么错？是非对错，去跟警察说。牢里的贩子，每一顿都有菜窝头，兴许可以帮你戒掉荤腥，让你早日康复。谁稀罕吃那烂东西？我要我的荣华富贵。徐总，我去追。徐总，徐总，我知道错了。徐总，错没错法官说了算，带走。徐总，徐总饶了我吧。徐总，徐总，求求你了，饶了我吧。徐总，闺女，你可是我亲闺女，你就放我一条生路吧。15年前你想卖掉，15年后你连和别人来欺负，没有你这样的爹。丫丫，妈妈跟你说，他不是你的亲生父亲，你的父亲已经死了，是他强占了我的身子，他抢了咱们的房子。原来不是我亲爹，这我就能理解。狗仗人势，天天做好，眼里只有金钱权势。今天要是放任由你欺负，那你就打错主意了。无双，你就是我的亲闺女，爸以后给你当牛做马，你就放我一条生路吧。丫丫，妈妈以前无耻，就感觉你是没有父亲的孩子，会被村里人笑话，所以让这个畜生害了咱们这么多年没有相见。妈妈，妈妈对不起你。妈，不是您的错。都怪我财迷心窍。无双，爸也不想受穷啊。脱穷有很多种方式，难道靠抢劫吗？你和吴大强恃强凌弱，巧取豪夺，这辈子都别出来。来人，把他们俩都给我带出去。无双，无双。闺女，闺女，等着。徐总，徐小兰摔下台阶，被送医院了。我的好弟弟，你要去哪儿啊？
姐，我不知道妈骗你，我是真把你当亲姐姐啊！真心把我当姐姐，还算我的公司？都是妈，都是她让我做的。姐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真对不起。你对不起的不是我，应该是她。你对不起的人是他，姐，他的生死无所谓，你为什么总揪着这事儿不放啊？他根本就不配影响我们姐弟的感情。他不配，他是你老婆，是我的女人，所以我才跟我兄弟玩玩，这在我们村里很正常啊。女人如衣服，兄弟才是手足啊。来人，快给我按住。姐，招娣，交给你了。放开我！我爸妈常说，女儿就是一个赔钱货，嫁了人就要伺候好老公。我嫁了你，你打我骂我，我都忍了。你忍？你忍？你现在在干嘛？吴双姐劝了我那么多次，我还是尽心尽力伺候你。你呢？你把我送给那群混蛋欺辱，你亲手害死了自己的孩子，反了你了，敢打老子！我也是个人呐，为什么要伺候你这样一个畜生？今天打的就是你，你还我清白，你还我孩子，你还我尊严。好了，把他交给警察，让他在里面跟他的父母相依为命。姐，我错了，姐，姐。姐，徐总，我能走了吗？都是徐小兰指使我的，这不关我的事儿啊。你也可以不用跟他们进去。佳佳，嗯，好好记一下他所做过的所有事情，带回青云村，让他的乡亲父老都好好听一听。好。来人！啊，徐总，别呀，徐总，他还不如杀了我呢！徐总，不要啊，徐总！妈，丫丫，我以后绝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。我的好丫丫，和丫丫在一起，这就是最好的生活。阿姨，您喝水。哎。你吃水果哦，好，嗯，甜吗？特别甜，你也尝尝，特别好吃。嗯，真甜。阿姨，我以后天天给你做。好，陆然，你干嘛天天围着我妈转？这是我妈。其实，也可以是我。公司可以让你参与投资。我妈只能是我妈。行了，你们都是我的好孩子啊。我晒的那个山野菜估计晒好了，我得去收一下啊。你们俩慢慢聊啊。嗯，哎，对了，小然，中午留下来吃饭啊，我给你做好吃的。谢谢阿姨。阿姨留我吃饭呢。你是不是缺母爱啊？我和你一起照顾阿姨不好吗？那我是不是还要去京城照顾你妈呀？也不是不行，我又不是你老婆，我也可以是。哎，老婆，吃水果。你想得美。我去干活。好嘞。哎，不是说好了吃完饭再走吗？老婆说了，先工作再吃饭。那你慢走，下次再过来啊。谁是你老婆啊？太阳，太阳下。你在干什么？我不是让你在家歇着呢吗？哎呀，我哪闲得住啊？我可是正儿八经应聘过来的啊！哎，在这没人知道咱俩的关系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辛苦了半辈子，我是想让你享福的。不喜欢在家待着，我喜欢找点活干。你看这个阔多地。哎呀，还能锻炼身体，腰不疼了，背不酸了，特别好。哎呀，行了，怎么这么粘人呀？我答应你啊，好闺女，这
只要是我累了呢，我就回家歇着去，饿了我就上楼去总裁办公室蹭饭去。徐总，供应商刘总来谈合作，现在应该到楼下了。他可是全城第一大供应商，我得亲自迎接。你先去，我马上来。好。对不起啊，老东，你他妈眼瞎呀？对不起啊，你他妈眼瞎呀？我给你擦干净，对不住了啊！滚，你双脏你也配碰我的鞋？是啊，你跪下，给我舔干净。我考虑一下，是打到你脸上。妨碍到你走路，确实是我，但是我已经跟您道过歉了。您是打算上去谈合作吗？你也打算这么跟上面的人说话吗？老东西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敢这样对我，你们无双集团还有没有活的？来了，赢了吧。阿姨，出什么事了？这个老东西弄脏了我的鞋，你们看着办吧。要是让我不满意的话，合作就算了。刘老板，您这鞋也没脏，不如我给您擦一下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？老子浑身上下全是手工定制的，一双鞋能瞒你一条命。刘双呢？我都到这儿了，怎么还不出来迎接我？刘老板，徐总，阿姨把水弄到刘老板鞋上了，刘老板想要个说法。那刘老板想怎么做？很简单，让这个老东西跪下，把我鞋舔干净。就这点要求，徐总不会因为一个下等就罢了。你让他跪下？怎么了？你也配？我们家在京城的实力足以覆灭你们无双体，因为一个老太婆得罪，我看你是不想要这次合作了。我在我妈面前不想打人，我限你一分钟内消失在我眼前，否则我要你好看。他是你妈？我管他是谁？无双，你们无双集团完蛋了。是吗？你今天的所作所为都在监控底下，你可以用手段攻击我无双集团，我也可以让大众看清你是什么货色。我要让他们无双集团一分钟之内破产，怎么办？妈，相信我。徐总，我们的股票遭到攻击了，你看这。刘老板，现在收手还来得及。你的股票马上都要蒸发干净了，吓唬谁呀？还有你，就因为你这个老东西，你女儿的公司都快没了，你可真会为子女拖后腿呀。什么？不是子无双破产，是我破产。是我破产，要被无双集团反扑？笑，这不可能！这怎么不可能？京城陆公司，好啊，徐无双，放下京城陆公司，你跟我对着干！我可什么都没有，只是让你知道一下无双集团真正的实力。无双集团这么大实力，我怎么都没弄清楚？哎，陆公子，我不是有心的。我低调，不代表我任人欺。你目中无人，眼高于顶，不管你在京都有什么权势。你现在不立刻马上给我道歉，你别想走。徐总，我错了，哎，我错了。那个我不知道她是你妈，我要是知道她是你妈的话，我给她舔鞋。看来你还是不知道你自己错了。今天就算你欺负的是普通人，我也要管。败家破业是你应得的。送客，请吧，刘老板。哦，不对，老刘，请吧。哼，要不我还是旅游去吧，我不给你添麻烦了。妈。是他咎由自取，不知天高地厚。我只做人义买卖，少了这一单，还有下一单。我还要谢谢你帮我筛选客户呢。好。什么？追他跑了？徐总，不好了，林高地要跳楼。招娣现在什么情况？被保安救下来了，已经带去休息室了。出什么事了？有人把他的私密照片传到了网上，并且造谣他作风有问题。现在网上的人骂得可难听了。辟谣了吗？人们更愿意去相信自己相信的。招娣现在情绪很不稳定，而且什么？说，林招娣是咱们公司的设计师，所以集团也被攻击了。一定是王峥干的，必须找到他交代。陆助理已经派人去找了。行，你跟我去看看招娣。嗯，好。招娣，这是干什么？徐总，我要辞职。不能因为我给公司带来损失。等一下，各位，相信大家相处的你都很清楚林设计师的为人，我愿意相信他，让他留下来。我相信你。我也相信，我也相信，我也相信。
谢谢大家。徐总，您同意吗？如果我不同意，你们怎么办？你要真这么无情的话，那我也不干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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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。无双集团有你们，很荣幸。好，徐总，谢谢你。你性格内向，遇到事情不要沉默，也不要逃避。无双集团永远都是你，坚守。进来吧，以后这儿就是你家了。无双姐，谢谢你。另外，我想改名字，我不喜欢招娣这个名字。改名字？嗯。那新的名字有什么想法？我要叫木兰，我要做设计界的女将军。哎，无双，阿姨呢？妈，妈，她没说要出去啊。想救你妈。带上你全部的资产来找我，洛然，准备好公司一切资产，不惜一切代价，一定要救出我妈！快！好。不行，我也得想办法帮帮吴双姐。放开我！桂兰姨，日子过得不错吗？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徐无双的一切！你实在是罪上加罪，我求求你放过我吧！警方一定会很快处理的。放了你？那谁放了我呀？徐无双有点急，他一分钱都不给我，我可是他弟弟啊！你心生不正，他怕你走歪路，知道吗？什么是歪路？什么是正路？有钱才是爷！他就帮着林昭天那个贱人一起来羞辱我！你对林昭天做的那些事，简直不是人干的！你叫人羞辱，难怪是你老婆呀！他是我老婆，他就得遵守妇道，就得三从四德，就得任我摆布。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，就算我死了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你害死了自己的孩子，我王家祖宗也不会放过你，不会放过你。哼，祖宗，王家祖宗在哪儿啊？行，我是畜生，我这就把你送下去。后悔这辈子，后悔一辈子了。不能死，丫丫刚和我相认，我要活下来。徐无双，发家致富又如何？跟你老娘天生永隔。你现在杀了我，你什么也得不到，你心里清楚。是，不能让您死得太轻松。就算我什么都得不到，我也要让徐无双一生。你现在手术还来得及，不要不要，我求求你。劝，接着劝啊！你不是很能说吗？说，我是先割你舌头，之前挖你的眼睛。东西都在里面了。都在。可王正没说阿姨在呢，怎么着？姐，王正以前怕我偷汉子，和我开的位置共享，我知道他在哪儿。快，快走！啊，九无双。我最喜欢看你跪地求饶的样子，看着你亲妈被我折磨，想想我就兴奋啊！我是八只脚踏进棺材的人，你还年轻，回头是岸呀！你妈都进去，谁也救不了我！等等，别过来！不要过来！不要！王峥，你要的东西我已经带过来了，我现在给你。拿过来，放这儿。别动，让他来，快点！最后，徐无双，原来你也有今天呀、啊！这些钱可都是我的了，无双集团也是我的了。给我放人！跪！你不是最看不起我吗？你给我跪下！说起王哥，我错了，我求求你，我错了，说。不要跪，千万不要跪！闭嘴！别动，别动我妈！快点！秋霜，
原来你们这些上流人也会下跪，再给我磕三个响头，磕！给我磕三个响头，快点！啊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叔叔，你怎么玩阴呢？对付你这种人，就得要一个制衡。张玉的照片是你散布的吧？是你造谣他的为人的吧？他不是妇道，人嫁过来就要以父为尊。你让他陪我几个朋友睡个觉，他就拉着你烦我。我就是要让他身败名裂。以他的性格，他已经在家上吊了吧？招娣现在叫木兰，她会成为无双集团最优秀的设计师。刚刚说的每一句话，我都录下来。你下半辈子不光要在牢里受罪，你还要受万人的唾。姐，我错了，姐。你看在曾经我是你弟弟的份上，你饶了我吧，好不好？我给你当牛做马也可以啊。我相信我们已经给过你生路了，是你自己不要。带走。姐，我错了，姐，我错了。走，姐。妈，你看那棵树。我是丫丫的妈妈，我才是，这荣华富贵都是我的。她那天从楼上摔下去，脑子摔坏了，脸也摔不好，疯疯癫癫的就跑到这儿了。她呀，小时候就爱慕虚荣，想过有钱人的生活，可惜不走正道，如今变成这个样子。随他去吧。妈，明天就是你生日了，我寻思着咱们换一套大房子，把这里发生的一切都给埋了。嗨，你说说我一个人住那么大的房子干嘛呀？我呢，想要一个别的礼物。你说，只要我办得到。我呀，想要一个好女婿。我知道了，谢谢妈。